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红玉。我今天呢又要来拍《权威生存》第三集，然后我已经全身铁装了，还有一个盾牌，就是新更新的盾牌。好，然后我私底下有做一些事情，就是烧完这些铁，然后来做铁装啊。然后我就是呢有烧一些烤牛肉，然后还有青金石、黄金，我都烧了。好，那我就先开始吧。好，我今天是想要先来种田一下。然后我现在有东西吗？有一些而已。我找一下，我先打一下好了，你们等我一下。好，我在收集种子的时候看到那个南瓜，哎呀，对，南瓜，我记得那个应该是南瓜，南瓜。南瓜，但更新的时候它就没有脸了，好像还是要自己去用。我先打下来看一下。好，那我呢，在采收西瓜的时候看到沉思，我就想要把它打一下，因为它身上是有三颗。啊！不要。升他级，我就知道会有我的终极武器出来了，苦肉，你怎样啊？升他级，耐久度蛮低，然后还有这个鹦鹉螺，有升他级了，开第三级了，就升他级是怎样的？太棒了吧！好啊，那我就继续打草，然后得到种子。好，我现在有18个种子，那我先去做锄头。OK， 然后锄头，锄头怎么做啊？没有工具，木锄好了，来，就这样子，然后木锄两把好了，以后可以再用。我刚好收集到甘蔗，我们的小农田在哪里呢？这里。我忘了一件事情，要有水。那边这样子，我几个铁啊？3个刚刚好，这样我铁就全部用完了。好吧，就是勉强做啊，做下去。水，这里水。对，然后进去放，这里好，等一下，然后18个，真的很烂呢。我先去做，我要做栅栏，这个好，等一下，我还要做栅栏。这样子，然后，栅栏，这里，
你需要一个这个，你就好吧。看起来我没材料了，我先去砍一点树，我斧头啊，放在家里哦。哦，斧头，剑给我，剑。30个，这样子好了。好，然后我想要在我家旁边做一个井，哎，无限水人这样子。又没了，又没了，烦耶！继续挖。等一下，我看到我的敌人不攻了吗？那个，过来，我剑哦！我第一集被你杀得很惨。这一集该我把你杀得很惨了，你怎么还树鱼啊？还在树啊？他设计干嘛？设计干嘛？死了。这个收一下，把它又30个，这样子，这样会连到我家哎、欸！嗯，我小心这样子。但我觉得我做这个其实没用哎、欸，但我食物不缺乏、啊。嗯，我是不是听到一个夜妹的声音啊？我好像听到叶妹的声音了。啊！叶妹啊！大家有看到吗？那边，叶妹啊！恐怖！啊！啊！叶妹来来来来来！哎，不来了，我等你来啊，快点、啊！叶妹。我这个要砍几刀啊，烦呢、欸！要等他，快啦，快点，要、啊、不然就快点走上，很烦，来来，对，没打到他啦，哦，烦死僵尸。
死啦！白痴那个小农田，小农田做出来了。我现在想要来做井，我看一下边的材料。我如果做井的话，我就是可以每天就是活该。它有掉什么吗？木棒。它掉什么？没掉哦。现在就是一口井，又饿了。所以找找看有没有黑曜石，因为我现在想出地狱了，虽然我知道地狱很可怕。这种是碎片哎，只是一直在砍树啊，然后一直打怪啊，只是做一个小农田，这进度好烂啊，碎片，应该没有人想看我的影片吧，因为才会死耶。就是做。这种可以每天就是丢一个东西养树，然后捞，就是捞是钓，然后钓看有没有一些东西。因为，但我现在突然发现一件事情，我连那个都没有哎，我连钓鱼竿都没有。水果吗？
玩。